傍晚时分，开始准备晚餐。制作海报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，但小伙伴们乐此不疲。今晚由欧兔先生主厨，食材都是从山外采购来的。木木先生或许有一点冷，卡拉 OK 永远都会让人感觉快乐，但他似乎不太理解，蔬菜是人类最好的食物，没有之一。简单的烹调方法保留了大部分营养，高温炙烤带来食物瞬间的美味。深海鱼类富含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，被煎成金黄色，香飘四溢。法式烤蔬菜很快完成，新鲜的鸡胸肉涂上酱汁儿。墨西哥玉米饼做法很简单，车厢里充满了食物的香气。山里的夜特别的安静，气温也降了下来。烹调食物是一门艺术，欧杜先生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。食物装盘更是一门学问，就如同再画一幅油画，这是颜值的保证。而温度决定了食物的口感，在火焰里美味达到了顶点。我是欧兔，我们下集再见。